Yummy 素食养生料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香姐，今天做一道素食养生料理。今天我们将介绍喜羊羊，所需的材料有素鲍鱼、花椰菜以及冬菇，以及各种调味料。首先，我们让素鲍鱼过油。中后捞出备用，随后香菇过油，数分钟后捞出备用，随后烧开水，加入花椰菜，烫熟之后捞出备用，之后烧锅加入姜蓉。翻炒之后加入我们的香菇以及素鲍鱼，加入适量的水，随后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，搅拌均匀之后盖上锅盖，软嫩即可出锅，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喜羊羊就出锅啦。本期节目已到尾声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哦。